大家好，我是 Wallace。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林春义先生 nominate 我参加这个 ALS Bucket Challenge。然后我想说 ALS 的华语的名字叫做渐冻症，这个呢就是那个肌肉萎缩症的另一个称号。然后我在此想呼吁大家对这个病症付出更多的关注。好，现在我要开始接受挑战。不过呢，我不会再点名任何人的名字，因为我觉得无需再浪费再多的水源。而这个水呢，之后我会拿来洗涤我的地上。好，一、三、二、一。